请一下 ACC 的苏主委好吗？苏主委，好，赖委员早。啊，这个苏主委你早哈，这个你今天很红了，因为大家都会冲着你来哈。我想请教一下那个鼎泰丰啊，这个事件啊，你刚刚讲说还在调查当中，你要不要给我们一个时间表？什么时候可以把调查结果出来，向社会大众来公布事情的整个原委，好吗？报告委员，我们的定位现在是在了解中，不是在调查中。我们会先了解，对，先了解之后。啊，所以没有时间表。现在还没有时间表，现在还没有时间表。苏主委，这个是这个让我们觉得了解要这么多天，已经好几天了嘞，礼拜六到现在嘛，已经快一个礼拜了哦。你要了解，我看你是好像不了了之就算了，不会，不会，因为你觉得这个问题不严重，你刚才是一个牵涉到一个新闻伦理的问题，所以你也交给别人 ，NCC 不敢管这个事，不敢碰这个事，那种感觉是这个样子，哎，诸位啊，哎，是不是？你说了解，你调查都不敢讲，了解，哎，是了解，没有错，是了解。啊，我觉得调查跟了解的分际是不同的，因为我们台湾什么叫了解？就是简报剪一剪，听一听，每天新闻再看一看。口音节目看一看，是这样子吗？没有，了解当然是了解各方意见啊，了解各方的意见。请问你有没有去了解鼎泰丰这个问题？就我们外行人看了，那，啊，这个问题再简单不过了，就去找那个小姐啊，对不对？找鼎泰丰那一位，那个画面这么清楚，去找一下，说你是 NCC 的什么单位，拜托一下帮我们厘清那一件，到底谁叫他做这个事，就很清楚嘛。一定，我们来把事情弄清楚了哈。请问苏主委，那一位坐在那里说填履历表的、填应征表的，是鼎泰丰的员工嘛？对不对？不，请问你是不是？还是连这个你也在了解当中？报仔，苏主委，报仔是嘛？哦，没有，他自己也挂了嘛，那牌子也挂了，看得清楚嘛，他自己也挂了嘛，这电视也照得很清楚啊，他也挂了嘛，很清楚是这个样子嘛。哦，而且如果你这样讲，我就觉得那更糟糕哦，那更凸显 NCC 无能哦，不知道这个单位干什么。因为今天总统会讲话啦，总统说什么？我跟王主委都是老实人啦，你们媒体欺负老实人啦，这个画面给老百姓的感觉，人家不会觉得说总统或是他们做错什么事，总统很关心，对不对？找工作的没有工作的人很关心，然后你们是。我看起来了哈，是媒体不知道是哪一家了哈，是不知道是哪一家叫，所以这个总统来画面不好看，啊，就刚刚讲的什么泥新闻啊，什么什么新闻啊，潜规则啊，请你来配合一下，我们画面比较好看。你刚才讲的嘛哈，我说这故事，路人讲路人就知道嘛，不知道谁，我们就是不知道谁了哈。媒体要鼎泰丰，因为等一下总统会经过撤离。找一位他的工作者、工作人员配合演出，给我们拍一拍，说总统很关心，就要这个画面。这个前面我觉得 fine，OK，因为那个画面好看嘛哦。但是后面有电视台啊，说拿来这里来独家来修理总统，我觉得后面这一段，那就这个心态可疑的嘛。这明明都很清楚，明明知道说，哎，这是。一定是有人配合，他最少知道了，说这是应媒体的要求配合演出，结果配合你们演出拿出来打这个总统，我觉得可疑在这里啊，可疑在这里，不是前面的那些什么东西，是在这里，而不是在前面的，是在后面这里再拿出来，然后博独家，然后要凸显，总统好像无能啊，这个主委好像无能，院长好像无能，被人家骗得团团转，是这个。这是后面的政治斗争的动作，我觉得 NCC 就看看被戏也不敢碰哎，难道不是吗？我请问诸位，我刚才讲那一段，你同意吗？报告委员，您的意见我们也会列入参考。好，那我要讲的是这样子，就是说，身为像 NCC 身为一个媒体的这个主管的机构，我们对于新闻自由是非常尊重的，因为台湾好不容易有现在新闻自由的进步。那么对于媒体怎么样来处理新闻这个事情，我们向来的态度都是要依法行政，广电法给我们的权责我们就会进行处理。
进行调查，违法的部分我们就会进行裁处，这个部分完全是按照法律来。所以你刚刚讲说这个不是假新闻，这个是不是假新闻？这是一个画面的模拟画面，模拟就是动新闻啊，所以它不是真的新闻吧？来，哎，那个数字讲清楚。没有，他请问他是不是新闻？它是一个配合演出的画面，配合演出的画面，所以这人嘛听无了哈、哦。白话文就是它不是新闻，这样对吧？我们这样子好了，是不是这样讲？从新闻专业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个部分是见仁见智的。我真的要这么说，因为演出的画面里面，像我举一个例子，美国总统有的时候进出什么白宫，他要下车子。那或者是其他的政治人物，他们有的镜头他们会应媒体的记者再做一次。会啦，我们有时候接受媒体采访，他说哎，这个角度过不去的，过来盖，我们都做过这种事，对，都没问题。但是有没有人跟你说在后面再补枪，这个重点在后面那一枪啦，对不对？所以你很清楚你刚刚讲的嘛，那是处理过的画面嘛，是吧？你刚刚这样讲嘛，演出的画面，演出的画面，所以他是不是新闻不知道。演出的画面，因为现在媒体他们这样做，但是当然如果用得太泛滥的话是不应该的。啊，你们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制衡的东西，没有了。这个部分雷立碧是这样子，这个部分属于新闻自律，我想那个新闻同业的工会他们自己会去处理。那这个我就不知道要 NCC 干什么了，这个东西不是，所以这个事情您都没办法处理，就变成说你已经告诉，然后我问你，他说你说经过处理以后的画面啊，画面，我说那就不是新闻了，你也不敢说是啊，这个我就听不懂，你这很多话我听不懂啊。不是，报告委员，那个新闻自律的工会现在其实他们对很多事情的处理已经处理得非常上轨道，很有进步。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4月27号发生阿里山小火车的车祸的时候，他们主动启动他们的自律机制，而且写信告诉我请问你哈、他们在新闻自律那个是一个什么协会是？卫星工会，卫星工会有没有在处理这件事情？有，请问这个部分我现在还不清楚。你们我不清楚，今天一问三不知嘞，一推二排五哎，啊，苏主委啊，你安尼人家很失望嘞。我觉得哈、就是你把它查清楚哈、让要你不能说只有在了解，你一副就算的样子哎。啊，我问你时间表没有，那你什么时候可以了解啊？报告，你什么时候了解清楚？请问你。报告赖委员，我们了解清楚之后，我们再什么时候可以了解清楚？什么时候给我时间表？尽快，我们会尽快是几？什么时候就尽快？尽快去了解。什么时候尽快？这个礼拜可以吗？因为要看这个相关的单位提供我们资料的情形。你有在调吗？我们现在在希望他们赶快把相关的哪几个相关单位，哪几个相，比如说。现在目前初步大概先是从三例啦，先从三例。好，你去跟他要资料，还要跟谁来要资料呢？其他的部分可能看陆续后续的情况。我觉得其他媒体要问一问啊，说不定有其他媒体怂恿的啊，对不对？我想这个部分牵涉的事情其实，还顶泰丰，为什么你都不去问顶泰丰？我就不了解为什么不问顶泰丰呢？所以你看，你要我今天回答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敢确定的，就不知道你们这个，你这些你变得很就是让。绕的政府官员的威信啊就没有了。我想然后就你看就是一副对啊就是让人感觉说怎么样就欺负老实人啊。我想各界的期望是说，如果这是一个媒体乱象或者媒体这个值得这个重视的事情，我们会去了解。我现在还是定位在了解，因为调查这个事情是觉得是机。好吧，那了解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我们尽快了解之后，尽快是什么时候吧？报告，尽快跟我们讲一下吧。尽快是什么时候？尽快什么时候？啊，这个礼拜可以吗？这个礼拜可以吧？好 ，OK。来，诸位。那个报告赖委员是两周内可不可以？请我们大家来看看了，这个事情要两周了，也这个了解了。好了，我们就给你两年好了，好不好？两年了，两周不够了，给两年去了解吧，好不好？苏主委啊、社会对你的两周哦会有公平的，苏主委啊、好，这是一个慎重的事情、我们不能随便把手伸到媒体里面，我们没有要你把手伸到媒，没有要你把手伸到媒体里面，我们要你把真相告诉社会，苏主委。我们朝委员的方向去做，我们会朝委员方向。两周没有说叫你把手伸到媒体内哦，没有，我们没有叫你去观台，我没有从头到尾没有讲这样子哦，没有叫你去撤照，没有。我不是说我们叫你去把事情
弄清楚。或者说您叫我们，我们是说我们会非常慎重处理这个事情。这个老实讲，我们会非常慎重。也不需要我们，我们在这里去。老实讲，你早就该这个责任要挑起来的啦，苏主委。我对你这样回答是感觉非常遗憾的啊、哦。我们觉得，好吧，你请回吧，请一下这个工程会的李主委好吗？李主委。赖委员好，李主任你好。这个你提到哈、哦，这个说这个下水道的污水处理哈、哦，是不是唯一的指标啦？是。你提出个叫生态，也是生态池的概念哈、哦。是。我知道你在台北县也做了一些啊，绩效也不错哈、哦。是。但是自从你提出来之后啊，你看那个宜兰县啊，当那个工程会的副主委吧，叫什么来着？这个吴哲成啊，就跟你碰炮，哎，跟你讲唔对，哎。哎，你要不要借这个机会讲一下、哦？让你讲一下啊，这个啊，你这个到底有什么学问啊？比较高的地方有没有？我想那个媒体报道有一点点没有把我讲的话讲清楚。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第一个，我们现在原则上不再支持污水下水道的 BOT 案，因为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所谓的前坑法案，它的制裁性有问题。未来会拖垮地方政府的财政，我想那是一个重点。第二个，现在事实上欧盟已经在开始检讨，我们过去都认为污水下水道是所谓的文明都市的唯一指标，他们现在是讲说事实上这个概念是需要修正的，因为有些地方适合接管，有些地方并不适合接管，因为在乡下地区它接管成本很高，事实上可以用你刚才讲的生态池啊、沥间处理，那是一个辅助的设施，而不是说全面都不可以。然后就是说，我们现在尽量鼓励大系统，好，李主委，小系统不要做大系统。李主委，因为我时间到了哈，我就请求你具体的，所以是不是政府的政策或者最少你的立场已经明确的政策的一个宣示哈，或者宣布哈，不再做下水污水道的 BOT 案，是不是这个意思？是，确定这样子吗？确定。那宜兰县说他要做，好吧？他要做的话，我们就提醒他。对，我们就提醒他，你要注意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你不给他钱的，你要做领导的代级。BOT 本来就是他们自己要去。你自己做，反正是，我不支持你做了。但是监察院有针对这件事情提出来他的。另外一个哈、哦，是。你刚刚提的，你说下水污水道的问题，因为它里面有些不能够分解啊，有些什么荷尔蒙什么之类的啊。对。那请问你，如果这样子，新加坡一直强调，因为水不够嘛哈、哦，那个再生水的问题。叫 New Water。New Water 哈、哦。新加坡这些硫化水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啊？你这个处理之后，在这里面会不会含荷尔蒙、含其他奇奇怪怪的东西？那就要看他处理的时候用了什么方法，因为我对他们里面处理的细节我不清楚。理论上，他假如说这个水要再生要来饮用的话呢，事实上他除了一般污水处理厂的这些传统的指标以外，他还要再处理这些环境荷尔蒙，那成本就会非常的高。请问你鼓励不鼓励台湾应该也学新加坡一样认真在用再生水？我是建议我们今天，譬如说我们这个巴黎污水处理厂，一天初级处理放出去的水就120万吨一天，那是新北市一天的用水。事实上，这一天的120万吨拿回来，再加工，事实上你用灌溉用水、工业的用水、一般的，只要不拿来喝，都可以很好。所以我是觉得，我是建议水利署，也鼓励水利署朝这个方向来思考。你应该是政务员吧？是。那您可以来做这个事啊。有。你不能就讲啊，你要做啊。有。因为现在水不够了，我们现在水不够嘛，我们担心这个水的问题嘛。我正在做这件事情，政务员报告，谢谢。